是一个爱看剧本，所以希望在之后能够有新的作品，因为我也好久没有拍戏了。我对现实题材的这个行业剧我还是比较感兴趣，我好像很少有机会穿制服拍戏。制服诱惑吗？不是诱惑就是比方说警察呀、医生啊，没有尝试过的，对我来说都是我愿意去挑战的。从曾经的青涩少年，包括现在心中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演员的这样的一路过程，你自己觉得达到了你的要求吗？没有吧。你觉得它圆在哪里？我把演员可能是当做我一生的一个事业来看待，所以我还没有看到终点，我也没有看到所谓的终点。我们作为演员，我们更重要的工作的这个意义是在于传播。